主料藕400克，辅料辣椒3个，葱、姜、盐、白糖、香醋、鸡精、香油、食用油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藕去皮切薄片，放入水中浸泡，锅烧热，下葱和姜末、辣椒节爆香，倒入沥干水的藕片翻炒，加盐、白糖、加香醋，炒匀淋香油出锅。烹饪技巧，火药大赞，快炒，藕片放水中浸泡防止变黑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